来，接下来就是第二地方了，不跟九路第二站。现在是几点？9:30。9:30开始爬，看到宫顶多久时间？还有人哦？以为没有人。是啊，在打车。那第二座山呢？人家下来了咯。Okay, let's go. 哇，没有东西背了嘞，好像比较爽一点哦。爽很多、哦，我那个最少多少根啊？我一斤都有啊。这么轻啊喂！他没有开卡开手那个背。行，你要跑就行了啊、哦。等一下。地关江了，你背就觉得哇，像硬刀啊！肩膀可以这样子动。Morning。他这样有1800个梯子这样子，左右很多啊。Morning. 休息。到这里。不要太快，那我来不及了。Morning。来，先试了，一心一脚印，四海取心经啊！要快的话就用跑。他要你一脚一脚印啊！啊，没有跨大步啊，苦一点就成功就比较快了啦，成功到顶比较快了，苦一点呢。那个慢啊，入场啊，是苦啊，但是很快到。一样也是200多。我觉得很多人是到这边就下了。
座山了，我们又到终点。第二座山了，二十分钟，海拔870。切八天完了，确定吧？将就完了 ，finish。那边说还有路啊，算是第八了，就在第八。有点下山了，进山打老虎，打不到了，打不足了，别人狗了。老公啊，喂，这么越加的不是千八吧？好吧，原来是越爬越多的、啊。这边看还没有完呢，还有的。加快脚步，有点慢哦。就是有点慢，这个本就是很紧。呀，走不完的感觉。对，用跑啊！看你比别人那个距离算有算距离啊，啊有点快啊，有人就差不多了，大概懂他的路。Morning。Morning。King Kong Rock。你好啊。那反正大家走一天不看什么吧。那个路跑，那个速倒了。看他火都冲了。嘿，捡起来，后面。飞飞的火车冲。不要。不能走。不能爬山，就是慢慢的嘛。这两个好像赶时间，赶上来赶下去，哈哈哈。然后好像跟时间比赛一样啊。时间宝贵。下山我不要输。对啊，要输是输啊。啊，等你下山你更快啊。上山你就，我操啊！
欸，差当远了。上山下山一个小时完成，因为用跑的关系。已经完成第二座山Bukit Juru。达标。